我很高兴啊，见到霍马奈首相先生。你的父亲洪森亲王为中柬友好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，请转达我对他的诚挚问候。欢迎他能够常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。今年春天你同你父亲访华，我同他一道开启了建设高质量、高水平、高标准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。你这次在金秋九月来访，相信将是一次收获之旅，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。